了什么问题？游戏时间太少，游戏空间不够，游戏器材不足。我们想要更多好玩的朋友。想到的解决方法有：游戏角落增加；二，可以主动邀请朋友同学一起玩；三，请大人陪伴一起玩游戏。我是张宝，我负责的是水平战士。我是方雨欣，我要负责的是枪枪枪。我是吉庄，我要负责的是剪刀脚。我是罗天，我负责的是双剑者。好酷，剪刀石头布。我是飞。然后投进箱子你就赢了，箱子你就赢了，是不是？要投十个，十个，对，这么多，好，我们会努力的，好不好？这边，好，十个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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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，少一个，好，这样有过关吗？老师，你确认一下。好。就是我第二次参加 TFG， 我觉得很开心。游戏对小孩来说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也透过游戏来跟大人说，游戏对小孩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人一起玩游戏，和大人也可以一起玩游戏，只要我们跟他有礼貌的说，请你和我一起玩游戏，就可以和其他大人一起玩游戏。我希望我下次可以参加 DFC 的时候，可以做得更好，也可以做得更棒。老师可以更清楚，可以不要害羞。我是罗天佑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DFC。参加 DFC 让我学到可以设置游戏和别人一起玩游戏，让我觉得很开心。希望下次可以参加 DFC。大家好，是吉川，我是第一次参加 DFC。我跟很多大人玩了很多游戏，还有跟大家玩的觉得很开心。我最喜欢玩的是丢水瓶，因为等到站立时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有你们帮助，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困难的事情。我们团队里的于勋每次都专心的玩游戏，我觉得他很棒。他也有温柔的说话，玩了很多游戏也很认真。好，我是张宝文，我第一次参加 DFC， 我参加 DFC 很开心，因为游戏时间增加了。大人还跟我们一起玩游戏，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。希望有更多人来参加我们，来加入我们，因为我们能解决很多的问题，让生活变得更方便。我最想鼓励我自己。因为我遇到困难时会坚持下去，不会放弃的，不会想放弃。
觉得我自己很棒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江恩宇，这是我第二次参加 DFC， 现在我有点紧张，跟刚进来 DFC 一样紧张。幸好有同学帮助我，让我不会更紧张。希望有很多大人可以跟我们一起玩，让大人知道游戏对小孩很重要。可以邀请更多同学参加 DFC， 让他们知道 DFC 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让他们的生活更有趣。